好好好，好，我晓得了，好，再会。老板说晚上要开年会，所以想让你去帮忙买那样东西，没问题。赤豆糕、生煎馒头、小馄饨、香菇子、大黄鱼、蛋挞。麻烦你再说一遍好吗？好，赤豆糕、生煎馒头、小馄饨、香菇子、大黄鱼、蛋挞。你记住了吧？我走了。好。哎，Bruce，哎，在忙呢。怎么了？那个老板一会儿让买点东西，反正买六样，希望你们能帮忙一下。OK，买什么呀？几个？臭豆糕、香鸡母的。香鸡什么？香鸡母的。第三样是小馄饨。第四样是香菇子。第五样是文王。什么玩意儿？文王。呆的。刚才老板布置个任务，让买几个东西。要买啥？臭豆糕。臭豆糕。好。第二个，香鸡母的。香鸡母的。第三个，小馄饨。小馄饨好说。第四个，香菇子。香菇子。炖王。炖王啊，我搞不来。对，第六个，蛋挞。蛋挞。蛋挞。蛋挞行。那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多谢多谢，拜拜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第一个是臭豆腐，臭豆腐，母鸡，小馄饨，小馄饨，香菇，香菇，敦煌，敦煌这是一股药材吧？还有蛋挞，很简单。蛋挞。对对对，嗯嗯嗯，一共六样。好，简单，没错。OK。好，领导有任务给你啊，是任务，买六样东西特别简单，臭豆腐，臭豆腐，母鸡，母鸡，小馄饨，小馄。香菇，香菇，敦煌，是不是你们上海特产呀？蛋挞，敦煌不是个地名吗？我以为是一个吃的。蛋挞，蛋挞，让我再看最后对象，这六样东西：臭豆腐、母鸡，是整一只鸡还是半只啊？还是个母鸡的鸡腿？你看你心情来吧。还有小馄饨、香菇、敦煌，敦煌我不知道，这是个地名，但可能。领导上海人，你知道的呀，敦煌肯定是你们那儿特产。油墩子吗？是，对对，没错。那我就写猜测啊，这是我猜测，个人猜测，我不觉得。对对对，我没说错啊，反正是你猜的。好，一个都不能少啊。好，交给你了。臭豆糕、生煎馒头、小馄饨、香菇子、大黄鱼、蛋挞。